大家好，我是济南新天科技有限公司海外客服部薛定博。我现在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一家工厂，这家工厂是生产各种机械零部件的工厂。今天呢，我们过来接货，新到一台6000瓦的1530 G 型切割机，已经进入车间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车间。